Ja.这几天他也跟我一块在那个塞尔比亚队一块踢来的。哪个队啊？路易斯和那个麦 Mickey。厉害，对，跟我以前一个队的。还有那 Arjun 也在吗？Arjun 好像没有吧，我没见到 Arjun 在那儿。Arjun 是跟 Mickey 一块干活儿。现在 Mickey 还跟我一块儿。加油加油！塞尔比亚队。基本这是你给我们带的凳子，我操，太爽了。十五分钟，我体力可的，我肯定要。那你对他们很了解了？没有，我对那个 Mickey 比较了解。Mickey 是在这儿十号。没来。Mickey 十号吗？哎 ，Mickey 就是太慢了，他就是他拿球拿得很好，但是太慢。他传不出、那个。他就是转护球，他就是。拿球来得很稳，但是他就是传不出长传那种有威胁的球，他传不出来。我操！那例子他妈打中场。不扣。他没有替补。这个十四号有两个好像，有两个。十四号技术很好。十四号很眼熟，跟我们一起，我们他以前不是这个队的。在下集在。一直在，好几年了。路易斯后来受伤了，对。很多年了。他踢挺好的，十四号。我靠！我操，这胖那么猛啊！对他特猛，动作很大。我操，猛人儿！九号不错。嗯，九号是他们第二得分手。这九号叫啥名字 ？Sora。Sora。哎呦，那个十八号很厉害的。十八号很会过人的。十八号就是一炸呼。啊？就是一大炸呼。那不是他，上次有一个。挺厉害的，十八号好家伙，他们那个跟前不错，就快。我靠，我好累，我操！出界了。他两个边后卫都不是最强的，守门员好像一般，感觉好是吧？守门员换新的了，原来是老头。好球！我操！五号挺快啊，五号很快。那个六号很猛哎。哪个六号？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动作。哦，六号，对，他原来也是踢中卫，现在他们。这边的十四号也很快。对，十四号。十四号他就是中速速度不快，但是脚底下有活，嗯，很细。身材很好。他以前是那个美联，没有，对，一直跟他没有，他以前是美联的，没有，他一直跟美联踢过，至少三年前，那可能中间换过，反正三四年前我跟他们踢的时候，他们现在有两个拉美的，哎呦，但是这哥们远射特别强，频率很足，频率很高，我靠，这么浪。九号他妈身体就特别难顶，对，他背身拿球很好。拉饭，别玩了。快人！对吧？他这边后，他这边后卫不行，你就突他。好。但是他那个中卫很壮。哎呦！我操！对，感觉那戴红帽子应该不行，戴红帽子。对，至少还不偏。其实这球可吹可不吹。对，我们现在碰到这种比较公正的裁判，我们哎呦，好球啊！有了。耶！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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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球。给他挡一下。对，角球。基尔射门老狠了。嗯。他射门。正脚背能抡上。老硬了。zoom in 一下，我靠，要不太远了。哦，那比赛结束了，最后。
我早上我看了就看二比零啊，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他两个队。那卡塔尔队，卡塔尔踢得太紧了，其实卡塔尔踢得挺好的，我看。对，跟以前跟中国亚洲踢老厉害了。踢中国队那是。美洲没有弱队。对呀、啊。那个瓦伦西亚，他们以前不是曼联的那个吧？是吧？不是你，不是那个瓦伦，不是你，那是他以前在哪个队踢？那个退役了。哦，那哥们儿，哎呦，好球。哎呦，有了！我操！可以，好球，球，好球，就 Steven。没弄好。对，这个边后卫不行。好球，好球，倒三角，倒三角。哎呦，我靠！犯规了吧？这球，哎，这球绝对犯规了。我在帮你吹。我操！射门后面推他，我操！对，有动作。我靠，大志！大志踢得很好，进攻防守全是他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赢那么多球，其实他功劳最大的。说实话啊，真是 MVP 绝对是他，没了他进球没那么多。哦，也够多的了，他上场帽子戏法、啊。对，没前场不是没怎么进吗？上场真是。他助攻老多了，助攻。就是这个核心很重要。很重要，我靠。他能上得去，回得来啊。对。关键球好多都是他传的。好球，好球！我操！补位，补位！我好。哟，行。好球，好球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好球，好球！你看他打好人，速度就差一点。是他，他九号还很快，我觉得这么壮还这么快，这胖还挺跑挺快的。对，那点感觉他们弱点是两个边后卫。这个边后卫，哎，我们还有这种包呢，还。那个是大佬自己定做的，定做产品。下面应该印个 C。C 罗，哎呦，可以。这火气，五号很好。那个炮边非常好。他这两个边前卫踢的跟我们队很像。要不要要不要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哪儿人呀？南美的，伊朗的啊。他们实力有点下降，去年夏天他们很厉害。几个主力没来。对。十号跟八号都没来。对。这两个最牛逼的。我靠！来了来了来了来鱼了！好球！打门了！我操！这是飞仙！没飞起来，这是没飞起来。没有人，没有人 ，Steven 没有人。六号打中场其实是个不合适，为什么？他没有组织能力，他就是特猛。他一般都是打中场。他还是厉害，16号控球，然后这个16号，坐着，小心，好球，敬业，我操，漂亮，我操，好球，进去了，哎呦我操，这球做漂亮，嗯，炮位还是很有人气，非常有想法，对，非常有人气。我操！
哇靠！行行行，这个酒还不能落他身后，你落他身后就完了。感觉应该要丁一那个朴玉过来换个位。对，应该。那朴玉过来杠他，但那个十八号那酒快也杠，感觉也快的，对。十八号，这个足球十八号就会浪。这个足球员就是快，这快就占了名气了。对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我记得上次是那个马振迪能啊，就上次我们在那个夏天那个下半场，那九号我觉得你踢的挺好。我都忘了。马振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是在踢你上一场输给他们，你应该滑倒。哦，对。有一场，我们输了三四个那次，你一个刚开场不久一个战术性滑倒，他们进一个。就那场他们很厉害，那场确实他们不是美联，就这个就他们。这场主场是在这儿的。哎呦靠！没有，我们没跟他踢过，在这儿。没在这儿。我们只是下季跟他踢过两场。都是在那个。他下季在那个 Gates 对。好球！好，压他了。很稳，这后卫。很稳。起码得有个边，边对边。哎呦我靠！可以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 ！Steven。好球 ！Steven， 好球！干不过这个灯儿，我操！别这样说，刚开始了。这看就看谁先进一个球，谁进个球比较重要。来了！我操 ，Steven 受伤了。谁 ？Steven 受伤了，不是吧 ？Rap， 我怎么踢腿了？我靠，可毁了。真踢腿伤了？受伤了，感觉。受伤挺严重是吧？不是吧？完蛋了。他一般不会随便倒的。对。是。刚开始我们主力战将，我操，完蛋了 ，Steven， 先别受大伤。我操！哪里啊？膝盖啊！膝盖就像我上次那样的，这样上很久。我现在这样膝盖。我靠！怎么受伤的？都没看着。裤子穿上去吧。先坐那里。哎，饶饼。好了，就先坐下吧。怎么了？踢哪了？硬伤吗？还是硬伤吗？刮了一下。硬伤，那好，那硬伤好说。别他妈膝带内伤，完蛋了。谁进的？Peter 哇嘞，很漂亮漂亮。我给你看录像。这个我看怎么回事啊，刮了一道血，两道血印了。他不在传中吗？我是打他传中进线吗？他是撂血的瞬间就底下也撂上去。这个还好，我怕你，我靠，内伤扭了一下。这个还好，这个硬伤，你歇会儿。那传中脚还响。我以为你扭了一下，那完蛋了。摔了一回，对。这个应该是不疼，后来越来越疼，我肯定疼了。你录啊，要过会儿瘾。好，你录。转就行了，我也不想录，我操，转随便转，你就盯着球就转就行了。对，硬伤没事，我以为你扭了一下，硬伤没有，
点完全打住了，他脚也抬起来了嘛。他那个跟你说 sorry 那个是吧？他传中，我是把他球封住了，他顺脚进了。对，跟着十四号这边。接副教练，好叫。停住了，停住了。好叫，好叫，好叫，好叫。好，继续。轻一步，爬上不要紧。一会儿这个。对，这个还行，我怕你是内伤很内伤完蛋了，我以为他嘎扭了一下那种跑得很慢的。他踹了我脚。说说，好了，靠了，打不留意。干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来下，来下。大力。哎。别漂移。啊叫啊叫，互相，尤其后卫系啊，互相叫一下。停好吗？昨天那个九号。对，那九号看你回去好几次。我昨天肯定被打。对。我没办法，只能跟着。我操，九号好连了。一号二，给就有。一下他就没给出来。哎，右边右。